孙立军，我告诉你，就你那个智商，就你那两下子，就你做过的恶事，你永远不可能赢了郭文贵。你有本事你来杀我，孟建柱，你有本事你来杀我，王岐山，你有本事来杀我，我等着你们来杀我。你给我发一个信息说在哪见，我单刀赴会。我郭文贵没有做过任何犯罪的事情，我天不怕地不怕。你们哪个人不是双手沾满了鲜血？哪个人不是手上有一堆的人命？你们哪个人不是偷了中国万亿的财富？你们哪句话是真的？你们现在还想继续控制着国家，还想盗国，还想让用你们的办案，用你们的事实，用你们的证据，让习主席和下届常委牢牢被你们控制，做梦去吧。